天气真好。哎，到了，老板，上车，两位老板。哎，小心一点啊，老板。到了。哎，上车，上车。哎呦，妈的，怎么破车啊？哎呀，兄弟下来。哎，算是可以啦，我开得很慢了。得了，开过来。哎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哎，拉拉扯扯干嘛？你们两个人去我家。不是，你们两个人刚才在车上睡着的时候，我就没有问你们要钱。现在你们走了，我问你们要钱呐、啊，两百块钱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两百啊。是啊，兄弟，你给一百，我给一百，好吧？一百。哎呀，哎呀，够了吧？干什么这样子给钱呢、啊？我们兄弟两个全从来都是这样给钱的、啊。哎，老板，我也要养家糊口啊！你看一下，不要废话，我们要生活费，开车不容易。我们坐你一个烂车是给你面子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的、啊。那你嫌弃我烂车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要上车啊！那么多车你都不坐，你偏要找我这个烂车来坐。进来，进进进。哎哎，不要走先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人不要欺负我一个女孩子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开车真的不容易的，要有。是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老板，老板，给脸不要脸。哎，老板，他不给，那你就给一点嘛。要我给呀、啊？不给多。哎呀！要、哎、我给呀、啊？要我给呀、啊？干嘛？到了没有？有你们这样子给钱吗？这么嚣张的！你们这里啊，你都一点都不懂规矩的。到了我们的地盘，想改就改，不改就不改，你能奈我何？你吹得了我吗？哎呦，这么嚣张的，我拉客都拉了20年了，没见过一个男人像你们这样欺负人的。赶紧滚！我们过来先。不给钱，已经不给40多年了，你还拉个20年，你还嫩着呢。真的是你们原来是兄弟，教一下他怎么做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忍无可忍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你还敢打我、啊？我，你看一下我敢不敢啊？哎呦，今天呢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还要动我一根头发毛？试一下，不要以为仗着你们两个大男人就欺负我一个女人。这男人是用来打天下的，你们是用来欺负女人的，你们还算是个人吗？我告诉你。我打死你，像宰死一只蚂蚁一样，你信不信？哎呦，口出狂言的，我就不信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啊，怎么样、啊？奶奶的、啊，还敢还手？我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来，哎呦，哎呀哎呀，滚去那边！哎呀，滚去那边去！哎呦，还没死是吧？啊，死了一个又来一个，窝囊废！没事吧，兄弟？哎呀，好像有点痛。怎么这么不经打啊？简直不是人，真的是有毛病吧？你们两个竟然敢打我兄弟！哼，啊，我今天就给点颜色你看看。我就叫以牙还牙，懂了没有？我是正当防卫，我不还手啊！我任由你们欺负了吗？刚才让你走你不走，现在你把我兄弟打了，你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我刚才哈、啊、忍让你们，已经给足你们面子了。呀，行，这个是个小辣椒，教训教训他。没事，是你我今天就好好给他上一个。来呀！呀呀呀！哎呀，怕了吧？是嘴角，怕不怕？怕你个毛线！来吧，继续来，继续来，我等着，我等着。你要知道，这里是谁的地盘？是你的地盘，你就可以一手抓遍天下了吗？就可以这么欺负人，这么嚣张了吗？老子今天就嚣张了！呀！哎呦，啊，欺负我啊！来呀！行啊！继续来欺负我，看上我好不好欺负先？我到底要看看你有多大胆呢？啊！来！呀！告诉你啊！你的技术也不怎么行啊！来吧，你也来，来，我来。喂、哎，呀，还是你来的。这个我来，我们走。哎，你想跑啊？哎呀，跑得掉我的手掌心吗？啊？啊？还想跑啊？还想跑啊？呀呀呀呀！啊！你们这两个无赖，今天就好好教训你们，这就是你们欺负人的下场。我让你们欺负了。
欺负啊！啊，我任由你们欺负啊！坐吃给钱，天经地义。啊，兄弟，你们就在这里刁难我们农民，算什么东西？你有没有带钱呢？我没带钱呢。哎呀，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好汉不吃眼前亏吧？啊，我没钱。给吧，给我给。没钱你坐什么车？啊，吃霸王餐吃习惯了是吧？啊，今天就让你知道啊，吃霸王餐的下场。哎呦，真的是，今天必须要好好教训你们，以后去到哪里做什么啊，都要给钱，不要吃霸王餐，懂了没有？知道知道。这人善人欺，这天不欺；人恶人怕，天不怕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你看苍天饶过谁啊？知道了，别啰嗦了，那钱已经给了你了。啰嗦了，我跟你说。你走吧。走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再动手打人的话，我勾拳打断你们两个人。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力，天天吃霸王餐的啊？县长吗？啊，村长吗？你走了，牛逼！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今天还好学了一点武术啊，好好教训这个村霸、恶霸。